多少钱他的套餐？99。五个菜三碗米饭，这个碗的这个摆法有点像。先喝口汤吧。这个扬州煮干丝，扬州煮干丝就是咱们这边叫豆腐皮儿，他们叫干丝。切切切。老是放牛跟前干什么？你说了，你说你这个怎么样？吃饭很下子，你别那个样啊！你要不来？我不要。那我看着。这地方喝酒挺好，就是那个白酒摊儿上。嗯。你知道这个三杯鸡是怎么做的吗？就你懂，快闭嘴吧，赶紧吃饭。是什么？嗯，鱼，这什么鱼啊？这鱼怎么那么好吃？炸了还挺脆。这叫炸什么鱼呀？蒜香九肚鱼。蒜香九肚鱼，这个鱼是什么鱼呀？海鱼。海鱼。海鱼，深海里面的一种鱼。老头鱼啊！来，你多吃这个哈，我多吃这个。嗯，我给姐姐说一个啊，姐姐不浪费。哎，我确实服了你了。你怎么又拿你了，表了？嗯，拿拿。啊，我吃点吧。嗯。我又给解决一个，咱俩家最好吃的你知道是什么？一个小牛肉，你不打算请我尝尝？不不不，你吃不了又吃不了你。来一趟，你请我尝尝吧，再要一份吧。点一个那个牛肉吧，尝尝。你也想尝？嗯。来，服务员，给我来个那家特色牛肉。单点的这个烤鱼牛肉多少钱？68。那牛肉厉害。你看上这个飓风嘛，你就得吃它这个烤鱼牛肉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牛肉这么嫩？食物界很紧致的东西吧，一旦非常嫩非常滑了吧，就说明它在上这个上盘之前嘛，挨了很多很多的揍，就是拼命的按摩，拼命的打，就是把它里面的筋全部打淡了，跟人一样。这个人挨揍挨的多了吧，他就服帖了，你知道吧？老婆也是一样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。今天吃的正好饱了，回去锻炼锻炼。受不了了，这肝就剩那么几块了，弄上吧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要这个蚝油牛肉的话吧，咱们这个99的套餐就给它干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哎，谢谢，浇面飞刀，光盘行动。我把人家打蒜也打回去。这打蒜多香，三杯鸡，我告诉你。点睛之笔，它的主菜实际上是大蒜，你知道吧？你准备再叫我回去用大蒜给你炒肉？这不怂吗？